对方立即拿到中单，这公孙离一波多尔非常凶，在今天转换到打野位之后，上拿一血了，炸掉这条暴君的，很难受。大苏烈经常大两个直接秒，一波带走橙汁。今天想要越下路高下路一塔，但是这个月的不是特别好，张飞反手一个大火的非常不错，又围欧陆西法四个人直接上，西法心里苦啊，拦不住泰臻来了硬保起来，但正面还是刚不住看橙汁到位一个大刮残两个非常的准，还想打，但是一波多尔血量不好，一技能没有能够打死，弹飞一下还能不能再来飞剑？ 一剑出去没有杀掉，在教练的眼里，防城在，故乡就在。根本的选手其实更愿意去使用。看一下正面硬锤，锤击原方伤害很高，一顶顶死了，直接反杀少主非常凶，但是花木兰这边不能放你走，而且队友爆球，正面一剑下去没死，再补一剑直接打掉。哎，正面在中杀，高地也不太好守。 但是他用一技能弹了一下老夫子，这跟他不弹直接拔塔反而更好。这一吼的话，好回只是一个多打少，完全不给任何机会。这一手能甩回去吗？没二技能 CD 有了，甩回来的伤害递减。我会做你所向披靡的利剑。又拉回来鬼谷子第二了，直接被刚才没收掉，那这边长跑三个拉回来，又拉两个。陆西法这边非常漂亮，今晚就走，我太打不过苏烈，怎么进去了？正面锤一下，先锤死鬼谷子非常凶，自己被打回去，但手里应该是有被动的。 点灯加血，关羽这个时候钻进场，不想你起来了，再顶两波，直接反打。罗蒙蒂亚他很漂亮，但张飞直接飞老夫子的脸太过分了，直接被白起拉完接嘲讽两个，非常漂亮，看伤害能不能跟得上。先爆死老夫子，这边还扛不住。扁鹊伤害出来了，不过夏天开启狂暴模式，关羽经常伤害非常高，扁鹊直接开辉月挡一手，被动被打掉，关羽能不能再劈一个被动出来，一技能转上有没有？再一刀，暴击拿掉，要硬墙，嘲讽到大招谁的？ 被张飞拿到这波可以锤他凯肉了，关羽这个位置被看到，唯一点打援打的就是江南，两边大招没一致，先把关羽打掉，这波打的不错，但正面陆西法扛不住，再加一口血，苏烈这边还在刚，老夫子的话绑到一个苏烈，下午并不是特别好，外地已经后面输出跟上了，双台一大招没有效果，关羽反顶，大招推两个肉，没有影响，干将这个大招，我的天，末世做完，陈清仓想咬马可，这明显更要咬的，还好复活起来再倒。 哇，这个位置真出事了！扁鹊这位置应该能够独挡一个，区别大空啦！这个大火到干将莫邪，直接闪下来，看距离能不能跟得上，锤下去，杀不了的话，这波没法打了。大招人反打，关羽推进来。 这波 YTG 溃败，正面很难受，就看马可波罗能不能打得出输出了。干将莫邪再补剑，长城在，故乡就在。咬了，但是这一手伤害能不能跟上？转一手五层毒的扁鹊转身秒了干将，小哥起来了，这把打得不错，再打吕元芳也倒 ，YTG 机会，正面白起想拆他拆不掉，再锤，倒三。 还想咬，但你咬谁？咬了张飞，这种没有能够杀掉，有机会撤出来还是倒，说应该有复活甲了。何不如站起来转进去，伤害够不够？打关羽，平 A 两下，明刀关羽。老夫子，这一手如果不敲他两下，有点对不住了吧？张飞大吼出来，干将莫邪反秒，挑起来，只有一个关羽守塔，这波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中塔逼到相当多血。公孙离必须，哎，这一枪，再踩踩断苏烈，这一枪没有能够命中，路西法死里边了。不过这种东西也没办法，再来一枪，打出灯。 这波 YTG 要后撤，看达摩跟上，一闪拍墙，再见，一刀劈下去，哎，两边。长城在，故乡就在。又来了第四波，打五个，我的天！干将莫邪伤害也是第一时间跟上。关羽，绕后才行，谁的暴君？路西法抢到黑暗暴君，再锤，张飞要开大了，一吼，路西法绕后没给关羽好好的机会，先杀张飞。 但是公孙离掉侧面打的是个落木，再点的话是白灵石背一个大秒了，这上来真的高，然后还有复活甲，再倒背后没人管，看正面，可是嬴政在干什么？嬴政在干什么？嬴政在干什么？这个是来了，有兵线，有兵线，嬴政头家，橙汁，然后恭喜 YTG， 把刘邦换到下路去，大招。 嘲讽了两个，白起想拉出来勾回来，很漂亮这波 combo， 复活甲站起来还想秒再一顶，落木这波打得很 nice， 转，这个位置关羽想进场，马可波罗上来不错，关羽一刀没有劈到，劈到这个直接杀，但是白起被刘邦杀了，金身辉月一开，自己再交闪现，苏烈这个位置，硬锤一个爆人头给到了扁鹊，关羽位置，关羽位置，关羽位置，然后没打到飞回去还在输出，但是苏烈没来啊。 这个位置是多打少。
潍坊地有机会，马可波罗转起来伤害很高，关羽再反顶一波，苏烈你要干嘛？又要拆高地，我的天，真的，你真的是 YTG 拆塔大队。刘邦回去守了，我觉得这是要硬拆。白起，白起有机会，你看到关羽吗？大招扫起来很肉，蛇皮走位 S 清，我再晃闪现，但是看守兵线，苏烈很凶，伊莫多尔，我的天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又是硬仗，让我恭喜潍坊地。